开始。好，我们请同学操作哈。然后首先呢，先去扫它。好，嘿，这边就会出现影片。好，那如果这个单元已经学会了，我们拿下一张卡片。嘿，下一张卡片放在上面，然后一样用手机去扫它。好，这边会就会教猜字部分的如何做记忆哈。好，那读完这一张之后，我们可以再试一下别张的卡片。好，这个是在讲猜字记忆的。那网络哈，可能要找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哈。好，谢谢。